好好爱你一辈子，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一起走下去吧。永远。还记得这段浪漫的婚礼告白吗？掐指一算，韩剧女神蔡琳和中国演员高子淇已经走进婚姻殿堂近两年了。这一次双双出现在电视剧《左手温暖右手》的片场，是不是可以继续扮演恩爱夫妻呢？这个戏里面我们两个实际上是对手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帮一个公司，我帮另外一个公司在打仗，其实我们两个，然后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一点。虽然剧中要被无情分开，但两人私底下的腻歪程度仍然羡煞旁人。拍戏现场，高子淇甘当蔡琳的人工吹风机，采访的时候竟然还直接代替了翻译和记者，把人家蔡琳问得一愣一愣。你最喜欢我叫你什么？林。林，对吧？你最爱吃的是什么？火锅。火锅。我最爱吃你做的什么菜？全部。所有的菜。你最不爱听的话是什么话？我说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别看两人如今简直默契到心有灵犀，你敢想象吗？由于中韩语言不通的原因，最开始他们也经历了不少困难时光。发微信吧，我这边翻译，手机翻译，发英文给他，他自己再翻译，再发给我。我们说一个问题，说了一个晚上，觉得特别难。好在经过了两年的磨合，小两口的语言沟通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。左手温暖右手，温暖你，温暖我，温暖千万家。现在我们交流是基本不通过翻译的，就是全部是靠自己。韩语也在学习，但是我的韩语进步特别慢，这是我特别压力大的一个事情。